今天来到蛇口看一套近海离城的豪宅双喜时光道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双喜时光道的一套400平的一套豪宅大平层5+1房设计啊，全套房设计。我现在所在房子的一个客厅的位置，您看咱们这个房子的客厅开间有17米哦，客餐厅加起来的面积有超过150个平方。然后咱们这个房子呢是东南朝向的，您可以看到刚才看到这个景观面特别的好。咱们这边呢是朝正南朝向，来，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的无敌视野景观。哇塞，真的太漂亮了！怎么样？走，我们去其他区域看一下。阳台过来这边呢，就是做了一个这种基础岛台啊，然后呢，这边可以做做早餐，喝喝咖啡啊。这边呢，就是一个餐厅的一个位置啦。OK， 那我们的这个客厅后面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大主卧。咱们这个主卧呢，有60个平方。好，这边左手边这边呢，会有一个布鲁式的一个衣帽间啊。这个主卧呢也是朝南向的，跟我们阳台景观是一样的哦。这边还有一个大飘窗，后面就是一个带浴缸的一个淋浴间了。 OK， 我们去其他的休息区看一下啊。出来这边就是一个大客厅，好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入户玄关了。咱们这个房子是3梯1户的啊，私密性非常好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换鞋区，哇，都有这么大，好奢侈这个空间。从这边过来呢，这里就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第二个餐厅的一个位置哦，可以放一个10人位的一个大圆桌。里面这边呢是一个多功能间，您可以放一个钢琴啊，或者放一个小茶桌在这边休闲。里外面呢是做了一个西厨，西厨这边呢都是一些一线品牌的。夏格纳的一些厨具，好，里面就是保姆空间了，里面是做了中厨和保姆间，公司厨房在这里，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小的生活阳台的。这个房子呢，动静分区，右手边这里就是有3个大套房，来，你感受一下，都是朝东向的啊，视野都非常好，都有飘窗的这几个房间。穿过这个过道呢，就我的左右手边呢都有2间套房，这个套房也很大，也是这种270度的这种景观，无敌海景面。里面是有洗手间的，对面这里呢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啊，稍微小一点，也有20个平方。对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咱们这边呢，这个景观呢就是看着整个深圳的一个城市景观，前面还可以看到春笋的。那么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你是喜欢400平的大平层呢，还是喜欢住别墅呢？关注我，每天带您看豪宅。